现货，拿吧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成立了，所以你们这么负隅顽抗是没有意义的。放下武器，出来投降吧。没动静。既然没有动静，那就是说想顽抗到底。单少，是。 他们那几个人能挡住我们，那我们英雄皇的脸不被丢尽了。小王，去，把那狙击手给我敲掉。是。加油。炮炮在哪过来？在哪有炮啊？我炮呢？扔了。谁让你扔的？团长，你让人的，你忘了？你说咱们部队要前行。 这边太重了，带不走，留给后面的部队。王强，走，把所有的手榴弹集中起来，把那据点给我占了。是，手榴弹，有，队友，是。
科长，啊，怎么样？人都在这儿了啊！怎么处理？他这样的政策有待俘虏，把所有人那个关到罗马班去。是，起来。俘虏跑了！快起来！俘虏跑了！快点！别抓住就没命了！站住！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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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站好，别跑，走，站好。别开枪！别开枪！我们投降！我们投降！别开枪！别开枪！有枪手。连长，带走。来，起来，走走。王总，进来。团长，政委，情况怎么样？张连长把那些俘虏抓到了，有一个受伤了，怎么处置？受伤的送到卫生队吧，其他的发三个银元让你们回家。就这么放了？高德，咱们新中国成立了，这些俘虏啊，脱下国民党军装啊，就是咱们新中国的老百姓嘛。他们逃跑无非就想回家嘛。上级命令咱们遣散俘虏，咱们要积极的配合，坚决的执行。政委说的没错，执行命令。是，过来帮忙推一下。好，快，一、二、走。干嘛去？使劲。一、二、走。哎，啊！八枪警戒，呈战斗队形。一定要保护好粮油。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犄角之势。对，团长、政委，吃饭了，郭班长给你们做的，热着呢啊！来吧，吃饭吧。哎，政委，香。不够。进来。哎，王强，你怎么来了？团长、政委，我是来请罪的。咋了？我保护不力，丢了粮油。什么？你把粮油丢了，在回团的路上被人劫了道。你看清楚，是帮什么人吗？没看清，但是不是国民党的残余势力，就是打家劫舍的土匪。我们在路上走得好好的，中了埋伏，对方用的是烟雾弹。团长，我请命，带一队人追回物资。何丽，如果是国民党的残部，只要他们不抵抗，叫和平收编，不要轻易动武。团长，到地方了。嗯，好。你们眼睛都睁大点儿。要是粮油被抢了去，你们也别当兵了，丢人现眼。团长说了，你们要保护好了这些粮油，回去他奖励咱们。奖励咱们什么呀？吃饺子。饺子是什么呀？稀罕玩意儿啊。啊，大家一定要保护好粮油。长官，他们过来了。是。好，来吧，来来来，一二走，走，走。
放下！回头，停手来！都别动！长官饶命啊！长官，那说说吧，为什么当土匪啊？长官，兄弟们已经一年多没发军饷了，兄弟们肚子也饿呀。饿了就当土匪抢粮啊！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，这全国都解放了。我们解放军来到新疆就是来解决你们的。秦老，把所有人带回去。谢谢长官，谢谢长官。咱们这次来新疆，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和平改编，我认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你看现在好多的国民党军队啊，现在全变成了散兵游勇了，干起了打家劫舍、占山为王的勾当。是啊，虽说咱们刚刚进疆啊，但是我觉得新疆这个地方不但地理环境复杂，咱们面临的形势啊更是不容乐观啊。今后咱们的路还长着呢，可能会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，咱们要做到心理准备啊。是啊。那大叔吃饭怎么说呀？哎，他妈给你等么？他妈给你等么？哎，那喝水呢？所以是等么？所以是等么？嗯，所以是等么？对对，他妈给你等么？嗯嗯啊，跟风。哎，团长，政委，干啥呢？啊，这是艾尔肯大叔，他从和田来的，到阿克苏来办事。我跟他学几句维吾尔语，这不是马上要进新疆了吗？大叔，哎，这是我们厉团长，这是林政委。啊，团长你好。林政委。你好，政委你好，程峰，好好跟大叔学维吾尔语，好好照顾大叔。是，行了，不打扰了，再见。啊，再见，团长。好好学。再见，政委。哎，大叔，嗯，那帽子怎么说呢？你这个帽子嘛，谢不盖，谢不盖。我这个帽子嘛，杜巴。嗯。嗯，好的好的，不好的。哎。那一毛毛没用下，没资格的。那还蛮刺激，蛮忙哎！啊啊啊！哎，不是大叔，你这说的什么？我真是听不明白。你会说汉语不？会说。刚才我说的意思嘛，就是馒头嘛，味道很不错，挺好吃的。我嘛，你们的汉语嘛，都听得懂，不过说的嘛，不太好。大叔太谦虚了，大叔的汉语其实说的还挺好的。我这两天跟大叔啊学了点，大叔都是用汉语告诉我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哦，你看大叔，我们这到新疆以后吧，还得好好学维吾尔语呢，要不然您这说的话呀，我真是听不明白。哎呀，老郭老郭，你不用学，你听不懂，我可以给你翻译。你可别吹牛了，你刚说学了几句你就当翻译，那大叔说的你都能听明白了。哎，大叔，你说句我给他翻译。大叔你说一句。好，没能过这么多一点，那还没时间，没忙哎。什么意思？大叔就是说这个馒头很好吃，而且他也吃得很饱，但就是有点硬。啊，不对不对，啊，不是这意思。我说的意思嘛，我已经吃饱了，特别感谢你，我该走了。你怎么是骗人的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啊，真的吃饱了，谢谢你，我该走了。好啊，对了，大叔，您等一下。我们团长啊。然后把这个大衣啊交给您，说这里晚上冷，让您一定要穿好了，别冻坏了。那就感谢团长了。